怎么哭得如此狼狈？是否我对你还存有依恋？呜呜呜！掉掉掉掉！呜呜呜呜！色了，哎，是这里吗？准备开干了。开搞开搞，有什么风呢？哈，散的啦。大安神耳哦，黑色的魔兽，哎呀，黑色的魔兽好陡啊，这个。有诶，海瓜子啊！看，就长这样子，海瓜子。对，还是要工具啊，这个用徒手太难挖了。啊，放掉。看到鱼啊，不太会吃哎。感觉是海莲哎。我想说什么都咬不中哎，原来是你哦。白色就中了嘞！怎么哭得如此狼狈？是否我对你还存有依恋？呜呜呜！掉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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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中了哦！啥玩意儿呢？黑雕！哎，呱呱！竟然有呱呱啦！哦 ，lucky， 呱呱啦！
间来到大安，大安海水浴场的北边，我们要去钓黑鲷、潮水鲸，开始来上涨。事不宜迟 ，Go Go Go！ 杀死啊，这像运来的呢。自然的让形成一个断崖啊，好特别啊！你好啥？海龟子啊？海龟子啊？好是。真好，对哦，真好。呐，我觉得这石斑太小了嘞。对啊，这石斑太小了，石斑放生了，石斑太小了。哦，又中了，又中了，又中了！呜呼，你是这个吗？不是。第二只啦，小刷的啦，好小哦。这只太小了啦，这只太小了。
长越高，越长越快。要撤退，要撤退了。大家好，这个钓场呢，这在台中的大安哦，大安的海水浴场在往北一点的地方。那这个钓场呢，基本上都是钓干草底前后，那米诺啊、软虫啊、VIP 甚至普蛙都会养。那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。大家可以看这张照片，这位钓者呢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大安这个钓场。大安这个钓场是很特别的历史沙滩，它的高低落差会非常的大。那如果水开始涨，你看到左右的旁边的钓友开始撤退了，你就要跟着撤退，因为你很可能你在钓的地方背后的陆地还没被淹没，可是你再往后，它有所谓的潮沟，它的退路实际上会被水淹没。所以各位来这个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，基本上大概涨三分就要往回退了，你可以退回岸边，你再找地方往后看，但是不要在外海地方这么的贪钓，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你不是涉水，不然就是留在当地晒太阳，都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哦。如果大家来大安这个钓场，拜托大家注意安全啦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下次见喽！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